期盼着明天，当当当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？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。大哥，你别停啊！哒啦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啦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木子魔师，我是老李。那本期呢，咱们来拆这个 PB 限定的乌鲁特罗曼 TIGA 胜利飞燕一号。那这款呢，并不是这个月才拿到的啊，前几个月呢就已经拿到货了。但为什么说选择今天去把它打开呢？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对吧？很有这个纪念意义啊，在当时。我是小学几年级？小学5年级嘛，应该是啊。那时候放暑假，然后我奶奶啊，当时在我奶奶家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奥迪双钻的飞燕一号，然后当时很开心，对吧？玩的那个非常的这个爱护啊，但是后来呢也找不到了。所以说买这款啊，这款这个 PB 限定的飞燕一号呢，就是为了纪念一下我的童年。话不多说，直接给它打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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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哒啦啦噔噔噔噔噔噔，哒啦啦噔，哒啦啦噔哒哒啦。OK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本体，算是非常的怀念的一个东西啊，真的。那时候我记得奥迪双钻的那个应该是70、80块钱吧，啊，现在的话已经到了400，但不一样啊，这个是限定的。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涂装啊，这个涂装的表面确实是做的不错啊。上面的，当时的话是整个是一个这种塑料的一个原色，黄色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整个都上了一种非常厚的这种磨砂的黄漆啊，质感还是不错的。那咱们把它给叫，OK。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声光效果啊，等会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个。鼻儿吧啊，对，但是这个部分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机翼中间这个部分比较坑爹，这个纯粹是用的一个塑料的原色。我记得在11年吧，还是哪一年，也发售过一款这个飞燕一号的一个这种收藏级的模型啊，是有涂装的，但是这回没有涂装。如果有能力的玩家呢，可以自己喷一下，但是我可能就不喷了啊。看这个配件都是一些啊，这个发射底座，这个台座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什么轮子啊？然后小炮，这个是，这是啥？这是因为它这款的呢，就是你这么一掰的话，它卡不严实，发现没有？所以说需要用一个零件去辅助一下。哎，这个设计的挺蛋疼的，为什么卡不严实？靠，现在天气太热了，我这屋开着灯都。呼呼的冒汗，特别难受。OK，它是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设计还可以。然后底下应该也是要卡，正好是四个，对吧？这设计还可以。不过有一点我要吐槽一下，这个腕带啊，太啥了。在之前玩奥迪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是。有，还有一个形态，就是把它这个机翼是可以斜着这样掰过来，然后就这个喷气孔是冲前的，就是这样掰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，这个 V 字形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拔下来，然后换装备的啊。但是现在这个是什么都没有啊，这确实是让我无话可说。这刚才那个为什么我卡不上啊？是我卡的不对吗？它是不是只卡一个？不是卡两个，卡两个的话，两个打架，只卡一个好像是，应该是啊，只卡一个，就是要么卡上，要么卡下头，因为一个就已经够稳的了。它这有一个这个牢固的一个扣啊。好，咱们现在看看这个轱辘还有什么玩法啊？这个机舱我记得是可以打开，这个机舱的话，先把后头这部分下压。这儿啊，压下去，然后把这个往后推，啊，so this guy，这样，
看到没有？把这个台座，有一个台座，然后可以模拟出那种跳伞、跳伞、跳伞，我操，来了啊！这样，这个里头一个座位是可以取下来的啊，这算是一个小玩法，但并不，这个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新意啊。不过这个开舱的设计还算是可以，嗯，这款的一个涂装确实是不错啊，就是整个黄色部分的涂装很精致。OK， 我们把它整个的回位啊，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其余的细节部分，先把这个拔了吧，等我看一下声光哈。这个是一个啊，这是放那个炮弹，嗯，我们把炮弹给它放上，炮弹很小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整个的一个是一个塑料的原色，没有任何的涂装，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，很素。它其余的部分，这个系列说白了，始终都是一个这个骗情怀的一个骗情怀的一个系列啊。实话实说，400块钱，它毕竟它东西还凑合，但是价格倒是够高的啊。这是炮就放上了啊，然后我们那个导轮在这个位置，嗯，你想它连那个支架都没给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是不是？啊，你一个飞机居然不给一个支架，这你说不过去也实在是。嗯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声光效果，毕竟现在是飞行状态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个摁 AB 两个钮啊。哒啦哒，叫醒的就像阳光，穿破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，当当当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，大哥你别停啊，来到你身边，咚咚。 OK， 咱们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声音的玩法，它分为 AB 两个钮啊，前头这个是 A， 后头这个是 B， 然后它有一个声这个发光的效果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个得把灯关上，要不然看不出来。OK 啊，这个长摁 A 键 ，All right， look at that， 哎，这个灯光效果，说真的，这个灯光效果做的是真的可以，非常的像那个就是迪迦剧中那个样子啊，整个的一个发光的感觉，非常棒，这个灯光效果真的值回票价，确实不错啊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功能，我们把灯给它打开。那么我们短压这个按钮 A 呢是离地音效，飞行音效，回旋音效，着陆。着陆，着陆，准备着陆。好，然后是 B 啊，这是武器，丢，武器。这个按钮 B 全是这个什么？按钮 B 全是武器的。第二个，好长啊，这个不好摁。
哎呀，OK。差不多就这些啊，这个全部这个按钮臂都是武器的，然后还有一个长按按钮臂，长按钮臂是第一个雷达，然后是变形为待机模式。啊！跳伞！这时间这么长，这个是那个飞燕一号被击坠时候的音效啊。这是弹出的音效，然后是还最后一个还是弹出音效，嘣，这样啊 ，OK。生效的玩法大概就是这些啊，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它这些轱辘啊，包括这个啊，这个，它可以这样接上。这个飞燕一号，胜利飞燕一号，准备，发出去是吧？这样，哎，我都忘了，我好久没看迪迦了。当时它那个发射的时候是先那么喷吗？先那么喷出去，然后再展开双翼吗？都忘了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。这是一个发射台，然后发射台可以打开，底下有个盖子，这个盖子打开之后呢，里面可以收纳这个小小的零部件啊，我们可以把它什么装进去，实际说实话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啊，就是你可以把这导轮全都装进去然后封起来，其实没什么用，没什么鸟用。哎，但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做一个斜坡啊？是不是他要做一个，哎呀，这样的话可以摆出一个还算稍微往上一点的这个姿势，要不然的话实在是太挫了，只能这样把它卡在这上头，这样放，对不对？就很尴尬。这是这个东西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轱辘了，一个，好，两个。那本期视频咱们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逻辑啊，就是老李呢这个找一下童年的感觉，对不对啊？就是玩玩具，说白了啊，这期咱们不干别的，就是玩玩具，找一下童年的感觉啊。如果有些反正扯淡的地方呢，大家还请见谅啊。好，把它已经搞定了。那么对于这款产品来说的话啊，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情怀税吧啊。没有任何其他的要素啊，它就是一个情怀税。400块钱，很轻，整个东西非常的轻，比之前奥迪的都要轻，轻到大家听这个声音，特别的轻啊。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配件，连那个支架都没给，你像它都坑到什么程度了？整体的亮点的话就两点啊，一个是这个涂装啊，这个黄色的涂装非常的细致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这个音效啊，音效的话确实是挺多，但是它要能给一个那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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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对吧？给个这个 BGM 的话，应该会更牛逼，但是它并没有给啊。那么，这期的这个简单开箱啊，就到这里了啊。作为一个，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呢，跟老李一样啊，小时候都家长呢都给买过这个胜利飞燕一号的玩具，就是奥迪的那一款啊。那时候奥迪的东西还挺牛逼的，说实话，又便宜又好。但现在呢，已经沦落到一个
没法说的境地了啊。那么，对于之前童年的怀念，对吧？可以去促使呢，咱们去购买这个玩意儿啊，确实是。如果有情怀的话，我相信你会感到比较感动，但如果没有情怀的话，就非常不推荐了。整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纯卖情怀的玩意儿。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当当当当当啊，叫蔚蓝的星球是我们不变的守候，期待你永远的奥特曼。心在